小姐讲的实在无理气，啊，我伫问伊要去倒位，颠倒对我发脾气。三轮车有听我讲话，我要倒位就倒位。男友虽输落马巴里，你敢敢讲无愿意？三轮车停。小姐讲话实在太容易，我三年不是火车飞机，叫我怎样送你去？三年车夫这敖冤话，我讲彼边一直去，哪有损失拢嘛可以，唔通搁再搁倒滴。车顶美丽小姐，青春十八的年纪，啊，迷人的笑容，窈窕可掬，人人拢会喜欢你。三轮车夫英俊风度，又个老实有情义，年轻有为强壮体格，标准不倒好男儿。车顶美丽小姐有眼千里来相见，啊，像你这款的青春年纪，人人拢会思慕你。三轮车夫运气真好，美丽小姐爱着你，有钱什么拢嘛可以，三轮车的变飞机。欢迎收看。台湾望春风，哇！这条三轮车的服务集团，敢那是黄三元先生所唱，真侪年啊。咱这个吼，敢那交通的物件吼，对这个人力车开始，啊，发展到三轮车，一直到汽车，一直到飞机、大炮，啊，不，我是不，所以你敢捌坐过三轮车？有啊。你有捌坐？你敢有老啊？时代啊。那是关键年纪才有坐过，你。我即马，你若总讲咱去国外先啊，去比如讲去内地啊，三轮车就坐呢。其实有些东西哦，我们想起来。它还是有它的味道，对啊，今天安排节目你绝对会欢喜哦，来，欣赏。